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燕，今天我们要来夹这个大蛙。屁啊，不是那个吗？没有大蛙，因为上次夹大蛙一台，两台大蛙，那台跟这台，我比较喜欢夹另外一台，因为另外一台更大只，这台是比较小只一点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台，因为它很满。哦，那我们有不同想法哦。那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哦，不太一样，我们产生分歧了。没有，决斗啊！决斗，打架！打架啊！啊，你看，没办法，十块出就是不是好的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的选择不对。你技术不好啊。是哦。啊，先出。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还不会教我啊？我来了，让我。你来了？真的假的？你要来了？真的。可以吗？为什么不行？有何不可？有何不可？没有，他在出吗？他有出吗？小姐，出了吗？才刚开始而已，怎么敢出？哎呦，哎呦，不得不说你还挺准的呢。不行，不能夸我，你夸我就不准了。哎呦，好准啊，帅哥，怎么那么准？哎呦，啊，好帅哥，有够厉害，有够厉害，有够厉害。怎么交换呢？我的天是这样给你拿来挥霍的吗？哎，拿我钱拿很爽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哎，你这地方就是乱丢，然后跳出。七十块，你要是让他乱丢出来，哎，至少出货了吧？乱丢出来，出货了是不是？看不下去。在乱花我的钱，才七十块而已，看不下去，好吧？我看不下去，那个已经三次没入组了。这叫什么？就算乱花也要我自己来乱花，凭什么我的钱要给别人乱花？你们看到计谋，先丢上去，因为我要先夹别的，这样有没有？有没有抓到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会哦。对不对？关键呢？关键时刻！不出来，厉害吧？对的，这个很像后道的那个跳跳舞，后道跳跳舞。来，关键时刻！每个都停在那边，到底要不要出？到底是要不要出？每个都停在短板上面，要不要出？啊？来。人品问题。要翻吧？这感觉要翻，它会漏啊。不要。不要。那条。太没水准了。没差了，随便夹。时候到了，自己跳出来好不好？不行啊！你说跳自己跳出来是没水准的。你这根本就是乱丢，然后自己跳出来。七十块而已。你这是让他乱丢出来。哎，至少出货了吧？乱丢出来。出货了是不是？然后。所以你不能自己跳。对吧？我自己夹出来的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了吗？没有，我预设好了，然后我那个就故意设定在那边的，你懂吗？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又要掉出来了？没有，这个关键，这移动很关键嘞。加六有送，是假的？对，送了。哦，好大哦！谁知道？哎，哇，我的抱枕起了非常大作用，完美的当一个缓冲垫。哎，下面有个乔巴哎，在角落生物的后面。我把它拿起来，乔巴，哎呦，差点外脚。乔巴，你夹得到吗？现在很好看。没有好看。要求很多。那只什么？那只是蛮好奇。弹弹弹，哎啊！太没水准了，这什么鬼？你今天那一卡难办。这真的没水准。哎，有了，捡到了。一定有的。哎呀，好可爱，豹哥包包哎。哈。
咦，会讲一句。我看来加六差不多，三八可能会加太多。完全不会，完全没问题。表演一个技术流哦。没技术。弹出来，等下给你看。什么没技术？我要表演一个厉害的。并没有。再次，我再一次。我要表演一个厉害的。夹起来。哦。瞄准洞口，准备发射。更往前了，慢慢爬的那种。有，要不要先拿？等下卡住。绝对不拿。不要卡洞。坚决不拿。那个两次就卡了。卡转。哇，应该又要出。来了，各位观众。没有。太轻松了吧。老师动一下，为什么不动？为什么不动？你有想法吗？我知道了，用力一点。喂，现在没有。到底怎样？就正常打，有了吧？有了。拿六个。拍照。你不知道熊猫哥没吗？可是已经六个了，再夹就要八个。八个。再夹就要八个。熊宝哥背包。哎呦，他刚刚差点直接带出来。轻轻松松啊。甜甜圈登场。我拉出来。甜甜圈急速进场。来了。好了，就带这两个，就八个，直接勾他的袋子。咦？还有道具哦，香蕉也要吃。哼，香蕉变挡板了。哇！香蕉，香蕉不要闹。哇，因为香蕉挡在那。对，不然就直接顺利出来了。香蕉啊，是香蕉啊。真的是香蕉的关系。哎哎哎，那是顺利往前，赶快把它补起来那个洞啊，给包了去啊。好啊，香蕉感觉还是要踩。不踩不踩。太大。勾绳子。谁说勾绳子没用？真的哎，怎么这样？是加料送掉。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哎呀，香蕉啊，都收不香蕉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又勾到。哎。干嘛了？都没出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怎么都没出？哇塞！哎，卡住了！再卡住！固定眼的，听到了吧？我已经认定了这个甜甜圈了。我已经认定它，它就是我的。中间要一个洞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个是给人做的坐垫，中间的洞是为了让人家说，如果你要放屁。你才不会憋在那边，它会很通风，就像脚踏车，它的坐垫中间有一个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女生如果骑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如果突然想要上厕所，但是又很急的话，可以直接上。这样你懂他意思？我看你是不懂哦。我不是很懂。哈！我骑二九脚踏车，我没上过。是吗？拍照。等一下拍。啊，这台蛮好，蛮好整的。
这里还要剩一点钱，我要去另外一台。蛮好奇的。另外一台也很好吃。哎，夹错了。哎，有啊，夹起来了，可以可以。这表示它蛮有力的。可以啊，你就说可以啊。很有力。不是就说了吗？没有回去了。没卡，但是他都没有起来，估计是要拉身体。哎，这么重啊！就跟你说，刚才踩比较好，我就喜欢刚才踩，搞不好回去夹刚才踩还会再惊喜。别吵，我决定直接夹前面那只。哎，他爪力是不是有变？他以前很厉害的。哎，真的比较重哎。对，还有调过了。哎，进去了，身体。没了，最后一个十块。你的运气耶，那运气流啊！哎，一千块十只大王啊，很佛哎。刚好十只。而且你有两只是巨无霸的。真的。所以价值其实超过一千。啊 ！Yes。大成功。Yes。那我觉得应该要抽奖。抽这两个。一个送会员，一个送一般观众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那个熊本熊送观众，不是送会员。好。熊本熊最可爱，送给会员。会员的导师，会员送给你们。对，对会员好一点。好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子。嗯，今天就这样，打，拜拜。拜拜。